呛死猪在晚上被发现。防疫人员一早到屏东万丹乡消毒，就怕有非洲猪瘟。并没有出现说像非洲猪瘟会典型出现的口鼻出血，或者是说内脏肿大的状况，那我们可以进行初步的排除。全台亮起警戒红灯，非洲猪瘟病毒太强大，即使遭感染死猪都有传染力。像金门沙滩上这死猪，防疫人员围上封锁线，虽然病毒不会经过空气传染，但拖行路径都可能留有病毒。希望是不要移动，能够就近在厂里面掩埋，这是能够减少它疾病传播的机会。一发现就得掩埋跟焚烧，非洲猪瘟病毒可以在腐败血液中存活超过105天，一定要用高温消灭。而人到疫区也可能成为传染媒介，沾到鼻腔黏膜，甚至帽子、衣服到鞋子、脚踩的疫区土壤，都可能以机械性携带方式回台湾，间接感染猪只。清洗消毒、换衣服这些是在当场就要做完的，不是回来才做。那如果真的有去再回来之后，也要至少隔离7天，不要再进自己的牧场。厨余也有危机，病毒在肉制品能存活15周，冷冻肉制品存活1000天。如果变成厨余，猪吃到也会感染。政府也呼吁养猪业者要将厨余以90度高温蒸煮1小时，全面杀菌。农委会也宣布，未来不排除禁止厨余养猪，全面改成饲料。非洲猪瘟来势汹汹，防堵工程必须滴水不漏。三立新闻郑日熙、张轩台北报道。